这是放水灯的花车。再拍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妹妹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好大一台哦。还有。这是关公吧？然后刚好他经过这个弯道，妹妹你有看到吗？有啊，看得到耶，开心。今年放水灯不开放民众参观，所以我就不去拍了。没有了。有。好多台车子，跟那边呢？哇，我那台车是怎样？啊？这台啊？你碰到萤幕了，它对焦点跑掉。好。正开在那台车后面的人一定觉得眼太花了。哇哦，好美哦！还有吗？还有？可能没有了吧。那救护车应该是……哦，还有呢。救护车不是那个、哦？还有，好多啊。压最后的。哇哦，好大一台呀、啊！这台怎么走得那么慢呢、啊？越漂亮越慢，好多普通车子哦！啊哇哇哇哇哇哇哇，酷耶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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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还有吗？没了吧？哇，这台好大哦，两层楼吗？哎，没有对到焦啊。它对焦是？对着这里。哦，很像柴油。对焦工程啊。对焦那个马路那里。这样才对，导航子弹自己跑掉。可是对焦也没有效果啊。有啊，现在都对到焦来了。哇，一次两台。这台比较大台。这台是公车吗？不是。刚刚经过的那台公车好像。哇，好闪哦。又有了，好多哟！看来很多人骑机车去看。哇，还有哎！就是说不开放民众了吗？不开放民众参观，但是民众可自行前往。那爸爸到底要不要去拍啊？你就开车去看就好了。哇，还有！要走路去啊？好多。爸爸走路去就可以了，但是。不开放民众。对啊，那你就开车啊，不然嘞，假装是路过刚出门的人。假装不了，他在那个平浪桥那边会交管，让警察会这边叫你不要进去。还有吗？刚才连续好多台。来变灯啊。开车，我去查一下直播，看有没有人去现场。大概来这里吗？来，对不对？那个万象那边放水灯的地方直播啊。好美啊！这个没有那个民众哎。没有的，哇！你看这台，三台，这台好像很亮。哇，好大哦，这台。所以不用去了。不用去，在这里看就好。它都被挡在平浪桥啊，进不去啊。你看这么多车子要来没有？他们也想去看放水灯啊。他们就假装当要回家。哎，我们底下怎么会没有塞车呢？这边这是什么？这一台是什么呢？要不要看轮船？爸爸贝贝，你先来，快点上来。哇哦，你换个视角了。对。面上有一艘船。对。哇，好美哦。好大一艘哦！艘船是这边的部分沉到里面了吗？30万要用 PP 骑，好在，所以他等下就在现实生活中眼睛看不到。有啊，你注意看海上那边有一个一排灯，有没有？往右边。那个。对对对。也很长哎。嗯。
可是为什么在相机里看起来会那么小？因为爸爸用长镜头把它拉近了、用望远镜把它拉得很近。嗯、你刚刚那边还有？还有，在那边还有。我们现在在拍船呢，因为没人。海大还有？没有，我刚来看，现在应该快。贝贝下去。应该快要靠近碧沙了吧？